点讲？你呢次坑层，你四五先到咯。系啊。早先啦。有冇话题啊？嚟啦！嚟啊！雨山。喂。组合好新鲜啊！我哋而家三个人企喺度，好似其实我有啲回忆嘅，我同你拍过。系咯，我同你拍过，但系同赵薇真系。我有啲回忆嘅。第一次啊，赵薇，你第一次拍贺岁片系嘛？我唔系喎，其实。又唔系。第一次跳舞啫，同我。差不多啊！今次真系赵薇做嗰个角色好特别嘅，你睇佢一身嘅头发，同埋造型。系。是啊，关键是好开心，就是说没想到，来这部戏一下子一晚上见到那么多的好朋友，包括好久没有见的大娃哥，然后特别的开心，对，就想聊天不想拍戏，真的，对啊，我们刚才吃那个夜宵吃宵夜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心到都对不想拍了。但都是要拍，你看我們現在多少煙，有不停的回憶，但是有現代的開心，是啊，哎呀，這件事真的不是很熱鬧啊，所以還有趙薇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沒有在香港的港產片出現，所以今次真的港產片也好熟好熟所以天大天大天大的面子可以請到阿薇啦，阿華啦，阿華哥啦，即係喺呢部戲出現，真係好特別啊！嗰啲組合，我覺得真係好對我嚟講好，即係開心嘅，開心咯，係咯，大家都應該係。你現在江湖地位可以啊！哎呀，我年輕一點的話也做不到這樣的。哎呀，呢樣嘢咧即係開心咧就勝於一切，即係無論嚟到呢度玩就開心。咁啊，帶俾觀眾一種歡樂嘅又開心，咁有好多不同嘅回憶。我覺得真係電影嘅可愛就係。我跟很多人沒有合作過，就參加了這個金鴨以後，跟香港所有的演員都合作過了，但是都在一部電影。最重要是他已經不會客串了。他说完以后，我此生再也不客串了，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客串了，真的，特别开心他这么说。就是没有这个电影啊，就是一个人要跟那个12个男生跳舞，还有是金家姐跳舞，就是很难忘。你讲翻广东话好嘛？啊，好难忘一件事情啊，有一句都听唔到啊，有12个俊男陪佢一齐跳舞。看我要选谁这样，看我要要谁。对吧？那这个呢？还是这个呢？哎呦！最好是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尝试过有这么多男生跟你一直在戏里面跳舞啊？只有吴君如小姐尝试过这种跟这么多男生打成一片的电影，我们其他女人没有这种机会。你哋保守啲嘛，我开 open。